九一记者节为了要感谢记者平时辛苦的采访，一日邀请社会各界一起在富山日本料理慰劳记者的辛苦，也提供了很多奖品让记者抽奖。另外，韩国最有名的骑马舞，主持人也带大家一起跳，现场非常热闹有趣。今天是我们彰化县大船工会第九届第二次的会员大会，也是记者节的联谊的活动。首先我要代表彰化县政府感谢所有媒体的先进，所有的记者女士先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大家扮演着政府以及民众很重要的沟通的桥梁。我们透过媒体的反应了解了民间的需要，我们透过了媒体的报道了解了施政的缺失，那让我们政府能够去作为改进努力的方向，让我们施政的各项作为让民众有感，让民众感受到政府的用心。其实大船今天正式进入第九届，算一算也有24年了啦，这24年来现在有点时间，感谢我们大船工会的这些好朋友们持续的跟我们加油还有打气啊，我是希望说能以最坚强的这种阵容还有最专业的这个技能来为我们彰化媒体创造一番新的风貌当然这个捍卫自由啦捍卫新闻自由啦，还有这个持续的监督政府了，这是我们主要坚持的。谢谢，在这里祝福我不止我们彰化县的记者，全国的记者朋友们，记者节快乐！彰化县县长卓伯源、立法委员郑汝芬、林昌敏、王惠美、大庆商工董事长萧松喜以及多位议员、民间代表、企业人士均一起与主持人跳骑马舞同乐。现场贵宾除了一同跳骑马舞，也提供多项奖品礼物给记者朋友们抽奖。记者节大家好，有想意外的心情，有想快乐的一个心情，要到我们家大家嗨一下所以恭喜的今天大家对记者节大家伟大的记者要尊敬。那么感谢我李梦一我的林昌明委员王惠美委员，记者节今天的会员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各位，谢谢。我们记者节除了希望我们现在目前彰化县的所有记者都是秉持我们的新闻自由新闻的一个品质一直在提升，所以我们对各位的感激对各位肯定也给我多多的一个指教以及鞭策，那我借这个机会感谢大家，祝福我们所有的大家记者节快乐。那祝福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工作顺利平安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记者节快乐。感谢所有咱个记者先进对洛江的好啊洛江是一个文化古都，感谢恁今日过来报道，在此祝在座所有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记者节快乐，谢谢。记者们平时忙于报道、撰写新闻，也没有时间一同坐下来一起联络情感。今日的庆祝活动也为记者朋友们带来轻松愉快的悠闲时光。公益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